县呢，大家从各地呢来到我们心灵的故乡呢，大家要用心的去体会，要用心在当下。上人也希望我们大家呢放下一切烦恼，用心当下，希望能够进入宝山呢，不要空手而回。也希望各位实业家呢，你们都是在社会上、在国家上都非常有影响力，你更要呢，福田一方呢，我们邀天下三世。静思成华严，这回呢是10个国家，每一个国家的企业家的人数，回集来500-600人啊！咱的英语当时动员呐，要到400人，应该讲用要到甲一个陪一个，迄种服务的精神呐，迄种要按怎样甲咱的心，英语当时。是安怎做，安怎的经验，安怎认同自己，如何投入？投入呢是安怎精进？将因内心呐，因家己的本身典范呐，安尼来陪伴过来。我们以前觉得。要做大爱的事情，必须是我们有钱有闲的时候。但是我们现在觉得，要做大爱的事情，其实就是从我们现在身边的点点滴滴开始。只要有行动，我们就是大爱的一部分。完成了后，等爱静下，搁再度分享，也甲这企业家提起了。讲天下灾难偏多，看到大家人啦，拢是企业家的人士，生活富有，互因看看，伫现在啦，非洲有3个国家受遐尼惨淡。真惨重的灾难，救灾呢是非常的困难。因所受的灾情呢是非常的严重。这呢3个国家呢拢是真正最贫困的国家，那就是。马拉维、辛巴威、莫桑比克，这一波的灾难，摧毁掉了人的家，真感动的。咱南非也是一群呢，生活唔是富有，就是呢。为辛苦，经历了真侪的危险辛苦，因到位去救灾，看看真辛苦，已经暗时啦，行对迄个草丛过，那车呢，落对迄个泥土、泥泞的内底落去。安尼呢，2台车拢落落去啊啦，伫迄个所在塞袂起来。那天光还是赶快再投入，这若无全心一致啦，早都无法度再前进。这就是全心，唔是干那坐咧就会当做代志，精进呢是爱。克服真多苦难，那是将一念心开始吼。所以啊，咱会知影方向伫倒位，地基所住啦，熬以空寂吼。嗱，就是讲咱嘅心啦，方向伫倒位，咱不为自己求安乐，但愿众生得离苦，这也是同款。 是心内的清净，是形体上的清净。菩萨伫迄个所在，因甲安尼苦难的地方当成因的道场，这都是因的道场。众生的苦难就是菩萨的道场啦。所以菩萨自坚固，迄个所在。 就是因最坚固的地方，那因底下，搁再为人说法，呼吁人当地呢，一灾民，灾民来帮助灾民，同款都是苦难又受灾的人，做这人用法啦，去。 感化，去辅导，去鼓励。有钱的人出钱，有力的人出力。伫迄个所在，要甲真侪呢会爱啦，无力的人点滴嘛要甲汇集落来，互逐个人真甘愿，而且呢投入得真欢喜。这。 敢是最精最纯的说法呢？真正人间实际修行是修尽遮尔正多的艰难啊！所以刚刚呢，就会去想到遐个人啦，真正是真佩服哦！这就是向着企业界的人士。 提起来，互逐个人看一下，结果呢，最后啦，也袂少位讲，啊，安尼我嘛要捐啦，捐国际救灾来帮助呢，即个贫困苦难人，这就是开发爱心，这就是咱爱真用心。 启发人人的爱心，咱也更爱国在去互真济困难，去为天下苦难人付出，接因爱心的人来帮助苦难人，所以真期待咱会当来呼吁互更较济人，好好呢用心。 富有人家的爱，来当启动因一念心啊，因呢也会当增福，会当造福啦，增加因的福业吼。那安尼呢来帮助人，修行的人爱搁较精进，爱向着满善业。 去精进，啊，善呢永远无止境啦，咱爱用心，精而不退啦。世间所有的法啦，伫咱呢以众生苦为道场，咱就会当看到真侪法，拢是伫这个所在，因为佛陀所讲的。 苦集灭道，拢总伫咧遮，人生苦难偏多。那咱的菩萨去啦，就是要去为因说法，除了帮助，真心帮助，还要呢说法因。有钱的人出钱，有力的人出力。啊，恁伫苦难中，啊，佫都要用欢喜心。 去帮助人，这是偌尼正无简单的代志，所以咱爱用心，大家人真真正正为这一群菩萨的佩服，啊，为这群人祝福，真正咱来为因，安怎样增加力量呢？来多为因付出，这就是咱人人安怎做做会到，爱多用心啊。